袁术兵败江亭，吐了血了。哎呦，他侄子袁印这通喊叫啊，那简直都差了声了，好半天呐，袁术才把眼睛睁开，看了看他侄儿袁印。袁印明白了，明白什么？好像他有很多话要说。要说什么呢？袁术啊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想去淮南到冀州见了他的兄长。哎，把这皇帝地位让给他哥哥，把玉玺交给袁绍，实指望呢自己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徐州。哎，弟兄相逢，没想到走的徐州地界会让刘备给杀得这么惨。他心里明白，现在想见袁绍恐怕太难了。对，他要说，但是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但是他手指了指那桌子上那颗玉玺，别看到这份上了，他还惦那玉玺呢，话是说不出来了。袁印就明白了。哦，袁术这意思是让他千千万万万千，你要把这玉玺保住啊，哎，交给袁绍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袁印呐，趴在他耳边喊呐。放心吧，我一定把国宝交予。还没等说完呢，等着一下，怎么了？袁术挺了。就在这时，帐帘外有人挑着这帘子往里偷偷的看。这人看什么呢？他没看袁印怎么抢救这袁术，也没看袁术吐血咽气，他看的是桌子上那颗玉玺。然后他悄悄的把帐帘这么一掩呢，这人就走了。袁印哭着哭着呀，也不哭了，怎么光这么哭也不行啊。他和中军把袁术这尸体搭在这行军床上，然后他先把这玉玺揣兜里了，他就跟身边这几个人商量怎么办呢？现在把万岁埋了吧。这皇上惨的还不如那碧石呢，怎么就给埋在这江亭后边这儿了？后边那儿有这么一块小空地儿，埋那儿了。埋那儿怎么办呢？咱就走吧。连夜起兵啊，还起兵呢，带着这些残兵败将，走不动。哎，又渴又饿又困乏，这天快亮了。这袁印呐，支起个小帐篷，他怀抱着玉玺在那儿打个盹儿，刚这么一迷瞪，那个帐帘轻轻这么一挑，由打外边溜进一个人来，手里头横握着一口短刀，这就是在袁术大帐外偷看的那人。这人是谁呀？他还是袁印手下的一员偏将呢，姓徐，叫徐求。徐求走到跟前一看，嘿，桌子上这盏灯啊，就剩一小蜡头了，那蜡捻子都躺下了。天没亮，这时候更黑呀。这大帐里昏昏暗暗，他走到袁印的跟前，用手这么一推他：“将军，将军，咱还走吗？”袁印翻了个身，这样倒好，怎么甭管多困多乏，哎，神志还算清楚。他俩手紧抱着怀中的玉玺，这一拧这身子。就借着这个机会，徐求手起刀落，就把袁印给切了。一伸手，先把玉玺抢过来，蹭的一下揣他兜里。自己联合了那么100多人，怎么样？全不管了，这些人他爱怎么怎么地，咱们赶快
马扬鞭呐，奔许都。他来求见曹操，人把他领到曹操跟前，把曹操吓一跳，怎么回事？呵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帽子也没了，呵，这衣服也扯了，裤子也撕了，光着一只脚，这，满脸土，一脸泥，这什么形象？这是就这样就把他带来了？你为什么？这人扑通的一下干什么？没等说，他就跪下，说不出话来了。那么劳乏、困饿全有了。他从腰里头把这玉玺捧出来，往起这么一举，手下人一看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泥不嫌羞的，啊？哎，曹操一瞅，别看外表啊，怎么这时候就别讲什么装潢了，拿过来我看看，什么还挺沉，把它往桌子上一放，唰啦一下。一层一层把这包皮打开，最后一块黄绫子全打开了之后，曹操腾的一下站起来了。啊！他心花怒放，俩眼睛放光。曹操激动的啊，哈哈，好啊，这是全国的玉玺呀！哦呀！曹操俩手。把玉玺捧起来，反反复复看了半天，他怕有假，没错，这绝对是真的。啊，快把这员将扶起来，扶起来之后洗漱、收拾、更换衣服，再带进来。嚯，洗完澡了，吃了东西了，换了衣服了，往这一站，人模狗样的，有点模样了，哎，也有气力了。他跪倒在丞相跟前，就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。哦。曹操明白了，行啊。他夸谁啊？刘备啊，一战成功，把袁术杀得大败江亭，吐血而亡。现在他手下的偏将把玉玺送到这儿来，马上曹操封这徐求为高陵太守。曹操把国宝收起来了，然后准备表奏天子，是嘉奖刘备。刘备呢？刘备大获全胜啊，哈，把这袁术杀的跑得无影无踪了。这长得胜骨回徐州，呵，车胄也高兴得不得了，在帅府大摆筵宴贺功，也吃饱了喝足了。哎，刘备把朱灵还那陆将军全给叫过来了。二位将军呐，皇叔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哎，你们这一路之上，从许都陪着我啊，到徐州来，这个出力不小啊。太客气了，怎么这是奉丞相之命？哎，我们这个，听从皇叔的调遣。挺好，两军阵前杀敌挺英勇，你们看，怎么这儿给你们准备的礼品，哎，还有黄金白银，请二位带着。你们现在啊，开始要回这个许都去吧，回复丞相，就说我把袁术已经杀败了，啊。听说他呀，这个已经败死在江亭，那把这个消息告诉丞相。另外，我这儿把信也写好了，来回去吧。好，这个多谢皇叔。这个啊，哎，朱灵一想不对啊，怎么我们来时候丞相有吩咐啊，让我们明着这是随同刘备出征，暗中。这看着我们的这军队，监视刘备啊。哎，皇叔，啊，那您呢？我呀，二位将军，我准备在这徐州小住几日。你看看，这个，我家里的好多亲人，这就分别这么些日子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得聚会聚会啊。另外这徐州的百姓啊。都盼着我回来，我也得看看大家去。哦，您不回去了啊？那皇叔，这人马呢？怎么这几万兵我们得带回去？哦，人马呀，那丞相把这些人马就是赐给我了，让我呀，带着这些人，拜袁术之后就在这儿，镇守了。哎，我的信上都写着呢，二回去吧。哎，这可不行。
这两人刚要发火，他这么一看，左有关羽，右有张飞呀、啊。暗箭站立在刘备的两旁，虎视眈眈，大瞪两眼瞅着他们呢。你们要干嘛？这俩傻了，别说什么了，拿东西咱走吧。改了改了，把信揣兜里，给刘备十了个礼，回许都了，来见曹操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你们俩就这么回来了？啊？那什么，刘皇叔让我们回来，那我那人马呢？不是您给他的吗？那镇守徐州呢？不都要你们这么废物的吗？我让你们去是监视刘备呀、啊，怕他有什么变化。你们可倒好，真大方，把我好几万人马就搁那儿了，让你们回去，我来呀、啊，推出去斩首啊！慢慢着。程昱在旁边呢，程昱摆着摆手，怎么丞相？您不要发落大面，怎么这两人无过呀、啊？你这怎么办？肯定刘备跟他说话的时候，关张在两旁。那么这两个人呢，这也没办法。那么现在就正像我们判断的那样，刘备跟您呐、啊、变了心了。哈哈，这大耳贼，这岂有此理！老夫要亲统大军，兵伐徐州，灭刘备。用不着，用不着。好，你们二位先下去休息吧。把这二将给打发下去了。曹操一看，程先生，你为何拦我发兵？用不着发兵啊，程相。怎么，您呢？写封书信，徐州守将，那是您的爱将车胄啊。您告诉他，把刘备屠了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了，哎，这，曹操一想，你看这，程昱说的对呀。哈哈哈，好，我按计而行。连夜，曹操写了封书信给车胄，大夫一心腹秘密把信送去，务必交给车将军本人。车胄一见这信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丞相让我屠刘备，刘备带了五万大军呢，他又收了袁术好多人马，现在正在整编，大部分人马都搁在城外。小部分人马带到城内来了，刘备的行动是关张不离左右，你这让我怎么下手啊？哎呀，哎，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，谁呀、啊？我们这儿有能人呢、啊，这儿有丞相的人呢、啊，我怎么把陈登陈先生忘了？给打听，快去悄悄的把陈登请来。哎。在这密室之中摆上一桌酒菜，把陈登请来。陈登一看，哎，车将军，哎，您这是何意？哎，您先喝酒。三杯酒下肚了，车胄把这信给陈登，您看。陈登接过信里一看，哦，丞相有令屠刘备。是啊，这现在不好下手啊，先生，我只能跟您说，因为您是丞相的人呐。丞相把您待如上宾呢、啊、是不是？那您老父亲都退了，还每年给2000担呢，这事儿我都知道。是丞相待我不薄啊。就是啊，那所以我跟您商量看、啊、这怎么办。陈登借点酒气儿，哎，这太容易了，怎么不是都屠刘备吗？啊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您说。你呀、啊、请刘备去。现在刘备干嘛呢？正在城外一边整训军兵，一边安抚百姓。哎，他在那儿收买人心呢，他整天弄得挺忙。你呀，请他，你就说丞相来信了，有要事要和皇叔商量，把他请进来。就在这同时呢，我率领点人，你把你的亲兵交给我，给我调一部分弓箭手，我就在城头上埋伏着。等刘备来的时候，你必须亲自去迎接，也应该去接，是不是？他大忙了好几天了，你到外边去接，把他接进来的时候走到瓮城这儿，我就可以呀、啊、下令放箭。后边这有多少人马，我也不让他进来，就瓮城，就城门外边的那个城圈，哎，那是保护城门的，
我就在这会儿一下手，乱箭齐发，到后边的人马续不上来，你呢，手起刀落，你就把刘备屠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先生，这真是妙言就在三五句啊，不受真传枉徒劳啊！褶皱离席，深识一理呀、啊！就依先生，马上写信，啊，陈登廷美喝的酒足饭饱的，溜达达回家了。进门来一看，他老父亲陈规在书房那儿等着他呢。你回来了？啊，爹爹，我回来。车胄找你干嘛呀？啊，爹爹，您知道，是曹丞相来了封书信啊。对了，这个，还问您好呢。其实啊，这是假话，那么上没写这个啊。这是客气客气，老头爱听。这个什么，问候您啊。他来信什么意思？来信说有这么回事。车胄向你求计。是啊，你怎么说的？我是这么安排的。你过来。陈登往前一凑，我啪！老头抬手就给他耳光。你这个糊涂的东西，把陈登打傻了。我怎么了？现在不告诉你怎么着，你怎么能信奸曹屠皇叔呢？你必须亲自把这消息通报于刘备